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朋友前几天在这个鱼塘的烂石堆里钓到八斤黄鳝，大大小小一共八斤黄鳝，所以今天夜晚我也来试一下运气，看能钓到多少斤黄鳝。看一下这个大石头上面有没有货，下钩就有。冬天上钩了，哇塞，跑都跑不了啊，真过瘾。这种土黄鳝特别好吃。第二条收获，今天的又是一条，差点跑了。这个石头缝里面好像还有货，看见头了，看见黄鳝头了。十八米就够了，又是一条，哇，太爽了！看起来这个鱼塘的石堆里面黄鳝就是多，你看钓到一条又一条，太爽了。这里又发现一条货。又是一条，太爽了。这样钓黄鳝的话一条接一条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收获，看我就是有动静吧，又是一条，真过瘾。呵呵，哇，又发现一条，哦呦，看，过瘾吧，简直就下钩就咬。今天的话运气还不错，虽然没有钓到八斤黄鳝，但是钓到差不多三四斤黄鳝应该是有的。现在打开看一下，看见没有，三斤应该有，四斤没有，看，三斤黄鳝应该有。看来这个乱石堆里面黄鳝确实多，朋友大大小小一共钓了八斤，我的话大大小小一共钓了差不多三斤左右吧。哇，很过瘾，一条接一条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